曾经有人说过，我们身体的每一颗原子都来自一颗爆炸的恒星，我们的一切都是星辰。顾燕之，顾燕之，顾燕之，等一下，女神，怎么会这个样子？难道我从大家的记忆里消失了？按照时光穿越的规则，一旦暴露未来人的身份，就会引发时光回溯，会回到之前的任意时间。主人，您怎么了？怎么感觉精神恍惚的？难道是幻觉？我是来告诉你，历史再次改变了。原本呢，我应该跟顾远之才是命中注定的一对，但因为你的出现，结局变了呗。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很多事情，理论是没有用的，需要实践。莫，告诉我，你到底是谁？如果告诉你我的真实身份，这一切都会消失。你说我死了以后，会不会也变成一颗星星？虽然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离开，我也不知道再回来的时候需多久我们才能相遇，但是我知道